有个朋友在水库里面钓到的大罗非鱼，然后送给我吃了，鱼已经杀好去鳞洗净了，用厨房纸将鱼的表面水分吸干，防止等下煎的时候掉皮，将鱼打上刀花，撒上少许食用盐，涂抹均匀，准备少许青椒去腥切块，准备姜丝适量，葱适量，现在开始调制灵魂酱汁，往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生抽适量，根据个人口味调节，蚝油适量，加入生粉一大勺，加大半碗水，搅拌均匀，化开所有调料，起锅热油，放入鱼，小火慢煎，一面大概煎三分钟，因为这条鱼比较大，差不多有两斤，所以要煎久一点，如果鱼比较小的话，大概煎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这是我儿子拍的视频，他居然把我在炒茄子也给录起来了。酒店做法一般是用宽油用来炸的，所以油量比较多，我们家庭里面做的话就少点油，用来慢慢煎就可以了。感觉快烧焦了，赶紧放另外一面，尾巴有点长，切掉一些，大概煎了三分钟，加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辅料，再煎一会儿，然后再翻另外一面过来煎，再加入切好的青椒，加入提前调制好的灵魂酱汁，边搅拌边加，大火煮开，再转中小火焖两分钟，再翻一面过来，再焖两分钟，大火收汁，最后撒上葱段即可。美食制作完成，现在准备去找两个测评官来测一下，评测一下这道菜好不好吃。这野生的鱼皮都这么厚，你看，很有弹性，太结实了。口感很 Q 弹，好吃，非常好吃。红烧罗非鱼，哇，这肉很，这肉很结实。来，鱼家先尝一口。肉是不是很结实啊？嗯。香不香？嗯。感觉很香。条鱼最好吃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这个鱼皮非常的好吃，很好吃哦，是不是很嚼劲啊？鱼皮啊，对。